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立委也已经提出废掉注音文的主张，让注音文被网友讨论，不少人又开始用注音文。有网友在报废公社发文，透露女友突然打14个注音符号，要他解开，但他真的猜不到女友在打什么，只好求助网友，没想到真的有网友猜到。蔡姓网友 PO 出 LINE 对话写道，跪求广大的废友解答这串注音密码到底是什么，想了好久就是猜不到。照片中女友打 N N I T N G G U G N I T G N， 但她就是猜不出来。网友们帮忙解答，各种答案都出现了，像是那你台南家专纪念堂纪念，你那一天你就住我家娘要调教你等。网友的答案中有不少语句不通的，直到有名网友似乎解开答案，原来是你哪一天拿戒指我就哪天嫁你。蔡姓网友之后也公布答案，他已替女友亮好指纹，证实该名网友确实猜对了。